群的日常。可能你们会一直觉得我很白痴，打个赌而已，干嘛那么认真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们人一生没有为太多的事情认真过。如果你打个赌都能够很认真的话，代表你会对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负责。我很感谢那些跟我打赌的朋友，陪我做那么白痴的事情，虽然操的是我，爽的是他们。今天我有腹肌了吗？坚持就是胜利。耶！有一种不想赌的感觉。苍天笑，分